上回讲到佛跟大梵天，跟天上大梵天说，他有十种啊无义刑罚。说假使你修定修行的时候，修定的时候要有这十种无义法，定修不成，修不成。无论修什么定，人天定啊，出世间的定啊，声闻菩萨的定啊，一律修不成。什么叫无依法呢？是不依之善法，这叫无依；不依之十善论，而依之是十讷论。十讷论是非所依的了。说哪十种？第一种，世间上有一类想修定的，修定得有资源，修定也有个资本呐、啊，也有个基础。不然呢，修不成，有了那得修不成。这个我们上次讲了，这一段上次讲了。那第二种呢？有一类的情况，说如果你想修定啊，而犯思罗，行入讷行，但是修定的时候呢，破了戒了，破了戒了，定修不成。这思罗呀，凡是清凉的意思。那么，把它翻成戒，把它翻成戒，犯了戒了，要想修禅定、修定，修不成。所以现在上我们这个经啊，《大乘大记十论经》啊，玄奘法师翻译的时候，依着原文翻译的，依着原文翻译就是印度话怎么说，翻成我们中国话是怎么说，是以一语言而翻译，行为翻译，说思罗翻清凉。那么历代的主师是一一翻的，把思罗翻成戒。因为清凉没有热闹，清凉是熄灭热闹的，就是你要受了戒，把你的热闹都熄灭掉了，熄灭掉热闹了呢，就清凉了。因为你受了戒，有戒的规律，它能帮助你修定。没有热闹了，你的善能升得起来。戒是除非止讷，你有了热闹，你怎么能修定啊？都修不成定。十讷论的第二论，妨碍你修定。第三种，还有一类的，想要修定，而颠倒健忘，知之一凶。颠倒了，颠倒之见。将吉凶祸福
想吉凶祸福。这样讲呢，你的身心刚强，就对第一条说，不调顺，不调顺，是妄谈吉凶祸福，颠倒的知见，有这种知见呢，修定修不成。什么叫妄言吉凶祸福呢？假使说是看相啊，讲阴阳，要买块地，看这个地啊吉祥不吉祥，盖个房子吉祥不吉祥。我学紫微斗数的，说星象法的，到人家这个房子里看，这个门没开对了，窗户没开对了，妄谈吉凶祸福，这都是颠倒之见，妄知妄言，颠倒是非，身心刚强。什么叫颠倒是非呢？他不知道吉凶祸福根据你的造业有关，你过去的业所造的业感召今生的果，不是房子吉凶，也不是门开对没开对，说你那个过去所造的业，你过去所造的业，业所感的那果，你自然又要受报了。有些个学过紫微斗数的，或者学过星象法的，或者学阴阳宅的了，这种思想根深蒂固的，咱们几千年了，咱们国家也不能在印度，反正是人类吧，这种叫颠倒的知见，妄谈吉凶祸福，这个不是说信佛不信佛的人都包括在内，我在温哥华，加拿大温哥华，有一处宅子，说这宅是凶宅，凶宅，凶到什么程度呢？你今天晚上住进去，明天早晨连人带家具全都给你甩到外头来了，凶不凶啊？很凶，没人敢买。那韩国人买了这幢房子，买了装修好了，头天搬进去，第二天早晨都给他甩到那个大的这空地上去，没办法，真正凶，信不信呢？当然信了，这是事实嘛，这宅子确实是凶。美国还有一个鬼宅，进去就迷惑，没人敢进去参观。那是说外国人不信因果，这些他信，他得信。后来加拿大温哥华这所房子被我们台湾的道友买了，大家知道台湾的天机地角啊，都是念地藏王菩萨的，玄地藏王菩萨啊，两个比丘尼法师啊，徒师父叫天机，徒弟叫地角，台湾人都知道了天机地角。情况是什么样子？两师兄弟他的徒弟，地角的徒弟，
人家要买这个房子了，他两个比丘尼师傅徒弟住，还没搬进去呢，两师兄弟就打架，打架嘛，师兄搬进去了，师弟没去，咱不说名字啊，只有一个比丘尼住这个房子，佛堂装修都是佛像。没去之前嘛，他就念地藏经。搬起来没事啊，没把他东西甩出来呀、啊。我也到这个房子里头去，讲过几回开示，也叫他们拜占朝忏。不是这个房子吉凶祸福，是人。有一类鬼神之说，是你有这个业。我们有的道友学会阴阳，看阴阳啊，说这个房子不好，这个门没开对干什么。以前在杭州有位法师，他到南普陀去，说老法师啊，你住这个房子里很不好。我说怎么样不好呢？我寿命短促，我说我也活得不耐烦了，短就短吧，我也没事儿。那个庙都是好几百年上千年的，有什么耐说这种绝活？这叫颠倒，这不正的颠倒之见，妄言吉凶祸福。说你过去有福吧，今生他变成极地，说过去有罪呢，过去有罪呢，前生的，今生得住什么样房子也不行，就这个道理，不要信这一套，这叫什么呢？邪知邪见，今儿还能修定吗？人间定也得不到。还能修出世定吗？这得不到的，啊，这叫什么？叫颠倒之见，虚妄言吉凶祸福的。说相面的、批八字的，那是为什么我们佛教叫他邪知邪见、颠倒见呢？颠倒是把因果颠倒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果感的是善报。说他颠倒的邪见，因为他不相信因果，因果都不能相信，还能得定吗？得不到定，是第三种啊。这就是一般的讲十轮呢，是第三轮邪见轮王。第四者。佛有一类随欲修定而心调动，不遂贤善住根清藏，不遂贤圣住根清藏。这第四个的讷伦呢，就是你心呐、啊、简直定不下来，妄念很多，烦躁浮动，住根不净。修定的人要都舍六根，净念相续。说你在习定的时候，那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，不要向外收摄外边境界。咱们眼这外边境界，青红紫白呀，啊，说外头一切的境界相啊，花草树木啊，环境清幽啊，要找这些，这不是，是你心里头烦躁，这叫调举。调举呢，六根收摄不住，不能得定。我说眼根吧。为什么你修定的时候开三分，
眼睛睁开三分，要闭起来七分。为什么？说你全闭上，容易昏沉，不容易得定。开三分呢，是惊醒的意思，关照的意思，就是不向外巡视了，不观景了，不去收拾景了，能够静得下来。耳根呢，耳根呢要不向外多攀缘。为什么你修定的时候要住在寂静处，没有嘈杂的声音，你是能寂静的下来。这是诸佛正人教导的，说你在那马路，我们在一个大街上去修店，你街道的房子汽车呀，你声音呐、什么干扰很厉害，总让你静不下来。说你要找寂静处，没有干扰的，那你的根呐、心呐、才能安定下来。说西定嘛，就是咱们前头讲资粮啊，你得有个方便的善巧适合修的地方。但是这个有的各个的因缘不同，因缘不同。如果没三角方面怎么办呢？没有这些，那种大乘教义了，那大乘教义了。我这个说的都是刚开始修炼的时候，初步修行的时候。大乘教义就是那观空啊，就境界，环境寂静。像我们大家在这个图书室里头，你在屋里打坐，没什么吵闹，外头也很不脏。啊，现在修建，你那个房子得挨着修建的声音吵杂一点。一般的，要选在的，适合你修道，你那个住根呢，才不烦躁。烦躁不止修定修不成，你身心不安的时候，由于着碰着这个秋天，开始秋天了，你容易生很多种病，容易生很多种病，没有定功，定力不强。五者，复有一类，虽有修定，而离监狱，破烂彼此。这离监狱在我们的界上就叫两舌，中间呢挑拨离间，就是两舌界。两舌是舌那轮里的一轮呢，就是两舌，就是没有的事儿，当着争三说理四，见着这位师傅和那位师傅，昨天呢他讲你的坏话了，说你怎么样怎么样，当然你听到心烦了，你要报复了，你又说他的坏话，这叫离间语。把一个六合的生众搅乱的不难，那还怎么修定啊？这也是破戒的现象啊，这是一种。复有一类，随意修定而出讷语，讷口啊，说话很不礼貌，很不客气，毁骂贤圣。贤圣不要提得太高了，同学之间，对同学之间说出讷语，我们这都是落法的两纵啊，落法的二纵说，看别人都是闲人，
把它做成圣文看待。这毁谤先生，就是说你对同修道友乃至佛菩萨说的话很不客气，很不礼貌，是骂人的话。凡是骂人的话，你心里头这个恶心锁是眼垢心，骂人就伤害到别人，污蔑到别人，那还怎么能修定啊？不能修定。还有七种，谁修定而杂秽语，不是讷语，是杂秽语。什么叫杂秽呀？说你那个心呐，眼悟心说的那个杂秽的话，怎么说是不清净吧？不清净。就是所说的话没什么道理，夹杂世间的一些个俗事、世间事，想什么说什么，随意的虚诳欺骗，这怎能修定啊？不能修定。说你说那些事儿都是没有的事儿，咱们管它叫做妄言吧，讷口吧，没有意义的话嘛，这是不行的，定是修不成的。还有一类，第八，心里头有贪心，有嫉妒心，看别人受供养，起贪心，起嫉妒心，这是贪嗔痴的贪，贪嗔痴，就是由贪心而生起的。看人家得到了，自己没得到，说些个不正当的语言，心里头想的不正当的事情。那么，这十轮呢，就是十业。就是十业，前头讲身善，后头讲口舌，现在八九十呢以下呢，就讲的贪嗔痴。贪嗔痴，那心里的贪嗔心，而行诸于外的，有自己的贪心，看人家得到供养、得到利益了，心里不高兴。自己没得到，只有贪心而生起。佛有一类，第九类啊，随意修定而和嗔和忿。宇宙有情，心成忿会，而真的恨心，你嗔恨心。看见别人的行动，你看着不顺眼，我们遇到很多道友，他喜欢坐禅，另外的道友喜欢拜忏，他又发脾气，骂人家拜忏，这种罪呢是很大的。能得到禅定吗？你修禅定能得到的吗？个人有个人的思想，个人有个人的行动，什么都随你的心愿呢。凡是不随你的心了，你就愤怒，愤怒，嗔是在心里头，愤是表达形象，瞪眼睛啊，现恶相给人家看呢，这叫嗔恨心，贪嗔嗔恨。第十，
虽然想修殿，而会邪见。邪见呢，就是博无因果，就是博无因果。博无因果就是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因果的就叫做邪见，不承认因果的道理而叫做邪见。在中嘛，犯地人很多很多，邪见就是不对待一些正确事物，但是以有时候我们说邪，就是愚痴的表现，很愚鲁，很愚痴，它不能产生正见，不能产生正见。遇见每一件事物，你都有正见的正确处理，善一定得到善报，恶呢也一定得到恶报。如果不相信这个问题，博无因果。这个问题牵涉的很广，而我们这些三宝弟子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不会不无因果吧？但是问题非常复杂。你那个为什么要讲八正道要正见呢？你的知见不障。但是我说了，道友不能随便批评别的道友啊。啊，你知见不正，你不无因果，不能这样随便说。因为你自己也不见得正确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有的大家分辨得出来，有的大家分辨不出来。我拿什么做例子啊？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吧，拿我最近的形象所做例子吧。我说有病，你怎么样对待病？当然我们要看了，要治了，要吃药了。为什么你害病？为什么你常害病啊？说四大不调啊，饮食吃错了，伤风感冒啊，衣服穿得不好，是这样一回事吗？不错，现象上是这回事。究竟怎么回事呢？你过去杀业很重，身体经常不健康的人，